感谢上帝，阿弥陀佛。每一摆来恁的中间，我拢是真正真正欢喜。过去啊，有三摆伫恁的中间分享伊佛所思的，咱讲了头一章，你应该在清楚知影，你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的人。你既然伫主耶稣基督内，你就得到上帝所预定，什么叫预定的？保家定着，陪伴予你的，惊你的贫困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也得到为你存留伫天顶的基业。啊，咱停了三堂啊，讲头一章。今日呢，咱要进入第二章。啊，你若是有圣经呢，我请你先掀开哦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。当你看你的圣经的时呢，恰当我要先读一段，但是我要你先注意哦，第二章啊。有一寡俚语一再出现，啊，我希望你会记哦。第一章啊，差不多逐节拢出现一句话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内，伫主内面，伫听见内面，食着伊的宝贝，食着伊，这个意思拢是咱伫主内面。但是第二章啊，有几落个字哦，啊，一直出现的。所以我先跟你讲，较早我读的时呢，你着注意，这个字是啥物呢？彼时礼拜一句一句以前，当今现在现今当今，感谢上帝。你信了耶稣，可能有人拄仔才信的，信无久，感谢上帝。有人信了两年、三年，有人信了三年、五年，啊，有人信了十年、八年，可能有搁较久的。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哦，你应该不时做一件事的。咱讲人比人哦。哎呀，气死人了！你无什么必要啊，去人比人。但是你有必要哦，家己甲家己比一下，比什么呢？今日的我应该比昨日的我进步啦。下摆未晓的，即阵会晓啦。下摆做唔到的，即阵我发觉啦，我变做到啦。有时咱伫礼拜堂哦，听到一寡毋是真好的话啦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一信主啊，三年哦。哎呀，怎伊安尼看的？伊讲话啊，哇，有时连粗嘴不出来。的确哦。但是我讲哦，你捌伊偌久？我捌伊真久咯。你甲你即阵的伊，甲顶摆的伊。差多远啊？你讲好做咯，我讲这个就对啊。顶摆伊讲话啊，十句啊，十二句袂听的。但是即阵有时哦，哎，无细腻哦，砰出来哦，伊家己不歹势，这个对。咱搁阿袂完全啊，但是咱追求啊，要进步，要进步，所以。你知影你伫主耶稣基督内感谢上帝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顶摆即阵，然后你才会看到头前将来是安怎款的。所以我先将这段经文啊读一遍，所以你先有一个印象。那你若是有圣经呢，你就哪看哪听。咱若无，你著注意听。啊，以后你若是听录音，还是看 video，
啊，你会通将这段圣经搁复习者。所以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第一章开始，你死伫过犯罪恶之中，伊叫你活起来。所以其实这句话讲顶摆哦，你死伫过犯罪恶之中，但是即阵呢，上帝叫你活起来。彼时，恁伫其中行事做人，根据今世的方式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修炼，就是当今伫超工之主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咱顶摆啊，拢伫因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。跟著肉體和心中喜愛去行，本為苦惱之主，跟別人一樣。但是上帝既然有豐富的憐憫，因伊聽我的大聽，當阮死在過犯的時陣，就叫咱甲基督做陣活起來，恁得救，分乎阮。伊阁叫咱甲基督耶稣做阵过活，做阵坐伫天顶，要将伊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伊伫基督耶稣内用咱所施的恩慈，显明予后来的世代看。恁得救是本乎恩，啊，因着信。这个并毋是出于家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。啊，毋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咱原是伊的工作，伫基督耶稣内造成的，为着要叫咱行好，就是上帝所秘密叫咱行的。啊，我先读个遮，已经一段啦。所以你若是有圣经的，你毋通将圣经藏起来，啊你。继续地看，那我一面讲，啊，恁一面思想。伊个所书第二章一再出现的例句啊，明白？迄阵、当今、现在，所以你唔通甲别人比，你无这个必要，你比袂了。但是你家己甲家己比。所以当咱一路行起来哦，圣经啊，伊都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其实你单单看这节啊，亲像上帝也无客气的，比如讲，恁顶摆死伫过犯罪恶之中，你若是对阿弥信主的人啊，讲这句话。可能你得罪伊啊！啊，这句话是对咱已经信主的人来讲的，所以你就要想哦，到底我顶摆是安怎款？但是搁较重要是现在，所以我将头先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啊，做一个表，互你看到对比。过去啊，那是死，即阵是活的。什么死呢？咱死伫过犯罪恶之中。但是即阵呢，咱对顶摆啊，即路无好的，咱活起来，咱离开顶摆的无好。那求主帮助咱。当你看到这个无常的时候，你应该心存感恩啊，感谢上帝拯救你。过去是伫黑暗中间，做诶代志啊，无一件好诶，讲诶话啊，无一句会听诶。但是现在，咱是活起来诶人。顶摆你做啥物呢？你是做安怎法诶人呢？圣经讲哦，行事做人，根据今世诶方向。实在哦。亲像你想啊，礼拜过年诶时做啥物？活跳啊，
一直到今仔日咯，佫真侪人啊，伫种种的捆绑中间。但是哦，伊唔知影的，那不时看到新加坡人哦，新加坡人真爱排队嘞。你免问啊，排什么代志？先排啊，问什么代志？排做咩？但是你看哦，哇，排到真长嘞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年的，拢在排，啊，买彩票啊，买乐高啊。因无觉得哦，这个见效，这个唔对，因就是安尼发起，伊得着金色的方向。我看即阵叫你去排，你真歹势嘞。那有时我看到人咧排队，我小可看咧，我小看咧。啊，感谢上帝啊，真少真少看到咱小看咧。因为咱上班拢伫主耶稣基督来咯，咱得到的福气啊，比即阵更加好。有时我对人讲，比你来信耶稣，我讲信耶稣做咩？得到投票啊！我讲比得到投票更加好啊！但你发丢的，真侪人发丢的。但是伊以为讲迄个真好，我要甲你讲啊，有比得到投票更加好。哇！迄、那个满足的福气啊，在你心中，并不是哦。你久久得一摆，你逐日在谈享受的。所以，当你看过去，你是安怎？跟着人，跟着金色的方向，你无问对唔对，好无好，其实你开真侪冤枉钱啊。但是你跟人行，但是现在呢，地球是本乎稳，你就是你被逼什么叫做稳定？因着这个神带来的恩典甲福气，然后当过去你做这多哦，到底你是得什么呢？圣经甲咱讲哦，你是顺服空中掌管者的首领，这个就是魔鬼的，鬼在你的心中，叫你做一大堆鬼代，但是你唔知影。你跟伊行，你跟伊做，但是现在呢，你是甲主做阵国王，就是伊呢，咱是掌权者。伫咱头前是十字架，世界伫咱个后边；以前呢，十字架伫咱后边。咱看去，拢是即世界的钱啊、强啊，咱要去享受啊。但是即阵，咱的享受。是伫主耶稣基督内是无相咯，然后本为悖逆之子啊！我想来想去，我问一挂人诶，这个悖逆之子哦，到底是个意思咧？你若是看英文哦，英文翻译做 disobedience， 其实这个翻译啊，唔是十分对诶。什么叫做悖逆之子咧？你讲唔听话啊？其实唔知是安尼款。咱福建话有一句话，其实头先我读的时候，你有注意到无？挑工诶！咱做爸母的对家己讲，啊，你出去甲朋友读啊，七号，你十点以前就要回来。你知影哦？你讲早啦，伊出去了。伊挑工哦，十二点转来互你看，甲你变安怎？你蒙受解放会入来，还是一入来你甲拍碎？伊挑工，咱做父母啦，你就要聪明，你唔通训练你囝儿啊挑工哦来反对你，咱就要让伊会晓顺服、听嘴，并且是顺服上帝。那求主帮助咱哦，所以过去哦，挑工的，父母讲这个，伊做迄个；先生讲着安尼，伊做另外一个反面的。当今真侪少年也是安尼款，但是哦，咱想倒转啊，咱过去啊，受伤。所以当你想到你的过去哦，你家己啊作反的。我想着我过去哦，哇，足歹势个，我阁真见笑个，阁真侪后悔个代志个。
其实唔止安尼款嘅。咱嘅过去亲像啊，真无助啊，无助啊，什么嘅通帮衬我，将我救起来，我要起，但是无办法起嘅，由不得我。其实我真可怜啊，唔知要安怎家己帮衬家己，帮衬未来嘅。然后其实哦，该死嘅，你若死啊，我无人可怜你啊。甚至人讲你应该死的，你若看到你的过去哦，然后比较即阵，我伫主耶稣基督内，我是上帝的子民的，我是尊贵的，唔是讲你忽然间啊，是博士啊，真细面啊，赚大钱，拢唔是这个观念，乃是你伫主耶稣基督内，你正做一个无相的人。所以对过去啊，真挑工诶，反对厝内人，甲朋友计划得去，讲两句啊，吐嘴出来，烧骂，甚至烧拍，甚至对政府、对警察拢无放伫目内。但是现在呢，有上帝所赐极丰富诶恩典。咱都看到我伫咱个心情中，过去做甚物呢？跟着家己肉体心中所喜爱的去做，你免问对唔对？你暑假，阿妈来话，这个暑假啊真好用个。咱福建话啊，无真正感个反应，你讲爱上过侪。你讲欢喜，无人甲你讲。在咱闽南来话，暑假暑假，你都去做。你免提问个，但是现在呢，咱知影咱关系上帝的工作，为伫主耶稣基督来做成个。过去咱本是可怒之主啊，人看到你啊，就生气，就决定啊，这个人无路用。但是现在呢，却是看到你哦，来就看到你所做的，你所讲的，你改变了，求主帮助咱。你若看到你家己的改变哦，感谢上帝，我相信你定就是进步的。可能你进步啊，我还未肯定五十分，但是礼拜呢？十分、二十分尔，已经大进步啦！在恁人以为讲，我本来是袂歹，我本来已经是假咯。但是你真正有八十分无？表面上看起来真正袂歹，可能哦，你十分如啊，本来二十分的，真正变做六十分的。所以人唔免比啦，但是你家己甲家己来比一下，然后你看你的过去，然后你看你的进步。所以你伫主耶稣基督内，当你做一个决定，讲我来信耶稣，感谢上帝，你有一个真好的开始。啊，今日来，咱大家伊应该真正欢喜快乐，因为唔止本日十三位讲我要受洗，今日有几个位啊？真的是哇，哈利路亚！你做一个决定，我今日有一个起点。我对今仔日开始认真来行，你明仔载就要比今日搁较好，你的今日比昨日搁较好。然后你安尼看行落去，我相信一年两年哦，可能有一挂你也是过去无，甲你见面讲话的朋友，你发觉你无啥啦。这个是比你讲话啊，搁较好的见证。人对你的心中看到你的改变，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你内面，然后你活出来的生命，但愿咱都有安尼款的见证。所以顶摆哦，咱伫这个世上啊是外人，是人客，但是当今啊是上帝厝内的人，厝内的人。跟人客啊，有甚物无相的？
你袂做讲去到一个朋友的厝哦，然后你讲哇，你这个食房子真大间嘞，搁真侪房间空的嘞，我搬入来吃。我看哦，你朋友甲你搬出去，无朋友通做啊。然后厝内啊，无管你厝内是安怎款啊，厝内是美好的嘞。你登到厝内，你看。是吗？我会门开的，你去隔壁敲看卖。是吗？我，你一招声我的，你是什么？门未开的，你无相信你去试看卖。这个厝哦，为你乱租你卖的，但是你要怎样登厝，倒靠你的厝，然后你是厝内的人，你感谢上帝的，你的朋友啊，真该好接受你。假做你出来啦，无可能嘅。你要占有假做厝内人嘅，头一个可能你生伫这个厝内啊。第二可能呢，你嫁入去这个家庭嘅，但是上帝甲咱讲哦，你将要做我厝内人，嫁到主耶稣基督，你真做上帝嘅囝儿，你得到囝儿嘅名分。你是囝，你敲门，门为你开。并且将来哦，咱到天顶啊，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媳妇啊。你讲啊，嫁予主耶稣基督，这个是上等的保证的。你是囝，也是会通进入这个家，亲像媳妇啊、灵魂啊。所以上帝要予咱的恩典啊，超乎你所想所求啊。所以礼拜是外人人客，当今是厝内的人。保罗啊，对犹太人讲，因真熟悉旧约圣经。伊也对外邦人讲，外邦人对旧约啊，拢袂明白。所以保罗解释的时咧，伊又用一寡犹太人甲伊明白。但是可能咱今仔日咧，大家人咧背景有淡薄无像，但是伊有所说第二章，甲咱讲一寡真理哦。过去啊，你甲基督无关系诶，你可能听见耶稣，你甲你这个名甲我无关系，甚至会通讲一寡话侮辱耶稣。但是我甲你讲哦，耶稣有缘听你。虽然你认为讲我甲你无关无系，你无主耶稣基督，你唔知影伊的救恩，你唔知影主偌疼你，你唔知影主为你陪伴的恩恩偌好，你甲伊无关系。你无基督伫你的心内 ，Christless， 你无基督。伫以色列的国民以外，这个观念哦。都不特別，你是新加坡人，新加坡公民，安定期，你就會通享受新加坡政府和國民的一寡權利的，就像政府分紅包啊，啊你不分，你若是無安定期的，所以啦，你徛在新加坡都無菜單，你這個國民以外，你有朋友啊？是无国籍的喎，咱讲 stateless 啊，可能较少年啊，恁知影？我过去啊有朋友哦，伊真的是对印尼的小岛啊，是三班啊受水偷入来新加坡的，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代志，伊无生理无登记啊，要去读册不艰苦，看病唔敢去看老公无登记啊。以后有一条路，导航做兵，做了兵夹到登记。你知影咱夹登记，咱无甲你奇怪嘞，无特别嘞。但是伊夹到登记，伊落欢喜，又兴奋嘞。伊是过去啊，咱无基督的时候，咱也无这个兴奋嘞。你唔知影基督多偌宝贵，甚至啊，你看到信耶稣的朋友啊，你国讲都无会衰滴嘞。但是当你明白起来哦，我过去是无身份的，伫这个国民以外，
但是现在我得到这个新闻，我叫做基督徒，你明白伊意思的是啊，你无像，你比新加坡人较细面嘞。你知影，我是伫主耶稣基督内，并且哦，得到上帝所应允的。过去哦，你所应允的自由是叫外人的。什么叫做叫外人的？当咱伫这个圈内面啊，咱享受啊。但是你知影有外面的人看哦，应该偌宣布伊咧。我感谢上帝哦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伊真特别的。伊徛伫一间礼拜堂的对面的，伊讲我逐礼拜哦，拢看到真侪人啊，欢欢喜喜入去咧。然后我看伊出来啊，大家欢欢喜喜的。但是我唔知影我要怎入去咧。我真希望食做因中间的一个咧。圣诞节啊，伊听到圣诞的歌声咧。伊真希望讲，哇！我会通甲因啊，吟《Silent Night》，但是伊办办五年咧，我讲无人请伊咧，邀请伊一个礼拜堂咧，甲伊做阵来享受圣诞节啊。伊讲无人请我家己来诶，伊入去，所以你唔通以为讲哦，传福音真艰苦。的确有伊艰苦的一面啊，但是有的人哦，备办好势的，听候你来请伊啊。伊说伊来听讲，哇，这个马萨丁啊，哇，这个白啊，足好食的。并且哦，大家来之就回到厝内啊，真正温暖，这个团结偌好。伊真希望讲哦，伊过来看看的，但是你有请伊来无？你只是享受哇真好，但你无开嘴，你唔敢来。但你唔通以为讲我开嘴，若是伊讲无要来，我漏开，无用你袂漏开。你三拜五拜讲卖来，你有缘就邀请，然后邀请到伊来，伊来享受。你若是来到享受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的享受啊，你的喜乐啊，搁较大。感谢上帝。你要将人哦，请来，囥伊来，带伊来，牵伊来啊，甚至着搁推伊来，因为伊袂明白，伊伫这个应允之外是局外人啊，所以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会晓应允的啊 ，Christless, stateless, friendless, hopeless， 伫世上无指望啊。伊唔知影明仔载是啥物，伊只是希望着买票啦，还是安怎？但是这个指望啊，其实哦，袂稳当，你开骨较侪钱啊，然后咧，你无上帝，远离上帝 ，godless， 这种人哦，见多了啥？听有啊，无无见多啊，咱特别做出来。有前途，看到明仔载有希望的，哇，美好的头前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有真侪人想到明仔载啊，流目屎。一种人啊，你我有责任将福音传给伊。但是当你看这边的时候，你若看到过去的我是安尼款的，伫计划罪恶之中，但是现在哦。我是哇起来了，我是吃做一个新的人诶，我是甲上帝和好诶，并且哦，我有这个责任将福音传予远诶、近诶人。这个不是重担，这个是喜乐。你看到人蒙恩来得救，咱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伫这个时间啊，我有分啊，这个奖赏我也得救。你看到偌美好，并且将来咱拢会通进到边的面前。所以当你看你家己过去的、甲即阵的，你应该是看到哦，
真清楚。所以有的人想到哦，二十年前去伫倒啊？有的人二十年前啊，伫食面啊，还是伫四大店啊？迄阵做歹仔，还是迄阵哦，只会晓想要骗人的，做一寡唔对的代志，但是感谢上帝。即阵即阵代志啊，咱想不无必去想。若是安尼款啊，我为你感谢上帝。即阵你想什么呢？你应该想着上帝伫咱身上所做的。所以你反倒转来看第二章的第二节，圣经讲恁死伫过犯罪恶之中，你想倒转的是实在，咱实在死伫遐。但是现在呢，我活起来，当咱讲罪恶哦，到底什么呢？你即阵应该是明白，我过去死伫过犯罪恶之中。但是你若是对一位啊朋友啊，阿未信主，你记着伊啊，你讲你是一个罪人啊，我一点都甲你未信未定。你凭什么讲我受犯罪？我只是用阿阿念尔，我不是去加入。你要当讲我安尼款，因为伊对罪的观念哦，伊无清楚啊。你也无这个必要啊，对人来讲。但是咱哦，应该就要来明白，到底罪啊，咱中文哦安尼款写，其实你会晓中文，你知影啊，这个字哦，罪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，那边哦是死啊。下面是非，非就是讲唔对，有死的唔对，到底什么呢？你知影孔子啊讲的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唔对的，你唔应该去看，唔应该去听，唔应该去讲，唔应该去动。这个是咱中国人哦文化所讲的罪，死的罪啊。其他的人那边讲，但是你家己想哦，我会过去的。哇，唔应该看的，你有看无？哇，考试的时候啊，骨较长的，啊，先生一看，你紧紧看我。真专心，唔应该看的，无人看，肯定看。咱的目睭犯罪，唔应该听的有听无？啊，讲出些啥话，有人听，你耳朵就是破断，你来讲你听。